这个五六月份哦，你知道哦，光是这个高息 ETF 换股的规模哦，我们就算这五月部分哦，出估呢7000多亿哦，你这个7000多亿，你知道外资要卖多多吗？哦，这个7000多亿的规模是非常恐怖的，但是它不是一个增量，它就是一个资金的轮转。对，那这7000多亿的规模里面呢，哎，它可能比如说像878哦，它可能每一次换大概就是3-4成。哦，所以这个2600亿，你给它乘以四，哦，差不多就是接近，1000亿，对，1000亿左右的规模。所以，如果你是愿意做功课的投资人哦，其实就我们之前在讲那新闻都在说什么吃豆腐这件事情哦，其实哦，每天都在上演，好不好？每天资金都在卡位，哦，因为这个五月份哦，就是这个月很多高息 ETF 哦，这个编制规则其实它也不难理解，所以很多聪明钱哦。不要说这个月了，上个月就已经开始哦，已经在做轮转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很多股票哦，它为什么这个董监事宣布配发股息数字之后，如果表现还不错，它股价就会大涨。对，哎呀，外资还会卖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就不知道到底是谁在买，就是这些聪明钱。对，那其实大家在想的就是说，这一些高息 ETF 7000多亿的资金在轮动哦，那其实这个力量是很大。如果你是愿意做功课的投资人哦，它其实就是。有蛮多的价差机会可以掌握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要去吃豆腐的话，五月份基本上是不用想，大部分该反应都反应完。那六月份还有一点点的价差，可是我觉得那空间也不值得你再额外投入，所以就要再往后了，什么7、8月份去看吗？对，一年当中我觉得价差最大就是5、6月份，啊，反而年底，因为通常一年高息 ETF 它换两次，什么11月，对，年底那一次就比较空间比较小。最大的就是这一次，因为这一次刚好贴近前面董监事刚宣布配息数字哦，那有的突然配得很高，那有的突然缩水很缩得很大哦，那这一段期间它的换股的这个力道是最强的，所以我觉得、哦、如果你是想要做这一段的、哦、明年可以再来哦，那今年的话我觉得差不多都到位了，是 OK， 所以说那好。因为刚刚讲听起来机会已经不大了，不大，然后就算是很认真做功课的可能也不太好吃豆腐了，一点点而已。那有没有是可以比较，我没有很想要认真做功课，对，那有没有比较以不变应万变然后也是比较安全的做法？可以，那其实大家只要遵循几个原则，第一个就是规模，因为这些高息 ETF 它有规模跟流动性的限制，所以你这个股票你不能买太小的哦，你如果说市值在这个500亿以下，你基本不用看了。如果说500亿以上，同时哦，你去搜，我跟你讲，你去搜很简单。现在哦，这个殖利率5%以上的股票没几家，没几家哦，200大市值前200大，你用两只手算得出来哦。那如果你把它扩大到500亿以上哦，那殖利率5%以上的，我觉得这类股票、啊、加上它过去，因为高息 ETF 有的都会看它的。营运面，过去四季没有亏钱的，这个其实就可以关注、哦、所以你看嘛，最近那个银建股这么强的原因、哦、其实都有符合我们刚才所说的内容。对，所以比较不变应万变的做法就是规模还有殖利率、哦、这两个条件你去筛出来，那加上过去四季哎它没有亏钱，这类型的就是蛮有机会后面呢可能会陆续有一些高息 ETF 纳入成分股的类型。 OK， 就是还是比较偏看好，对，比较不用担心说哇我刚好手上要被抽掉它可能会暴跌这种情况。因为现在高殖利率真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保护伞、哦、因为只要它发了这个、配息数字好，殖利率高、你基本、哦、如果规模又到一定的水平，你基本就可以确定后面那个上市资金会膨胀、哦、所以、哦、这个我们在开玩笑，我们今年、啊、我们这个上市柜公司、哦、这个员工的福利可能都会缩水，本来要给你的福利、哦、都拿去配息，护盘比较重要、哦、对对对对，因为我只要配息就会吸引 有人来帮我护盘、哎、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护盘了以后股价就往上冲，对对对对，公司市值往上冲，对对对对，那你如果把这个钱拿去、哎、员工分红、啊、那这样子呢、哎、可能对于市值管理上 就比较、哎、可能有一些疑虑这样、听起来非常有道理，是是是。